哥哥抱抱，好吧，哎，哥哥抱抱没事啊。我问你，天宇哥哥比较帅呢，还是飞宇哥哥比较帅？没事，天宇哥哥还是飞宇哥哥。看呢，看呢。 我都很帅，我都很帅。你也觉得？你也觉得？好厉害！你几岁了？三岁。呀，跟我一样，我也三岁，我也三岁。Give me five。 这是左目鸟转世吗？这是下来一个女汉子。好了，小朋友，停一下，冷静一下，冷静。淑女姐，我们这迷妹也真是拦不住了。我们是酷我音乐的用户，然后很高兴，因为喜欢天宇10年了，然后一直没有敢鼓起勇气来见一面天宇。然后我们家小羽毛估计是你最小的羽毛了吧？是，5岁的小羽毛天天在幼儿园。 给小朋友安利说，天宇哥哥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哥哥，最优秀。哇！然后，对，然后我们全家一家三代都是你的羽毛。哇！谢谢，哇！我们对，从2006年开始就默默的喜欢支持你，然后我本身是一位大学老师，我的学生们也都是你的羽毛。干得漂亮，是啊，给所有人都洗脑。 然后我所在的那个海外后援团也在翻译一些资料，就是让全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够知道马天宇是多么优秀的一个偶像，一个多么优秀的演员。谢谢谢谢。然后这个是我女儿画的一幅极光，她说妈妈，天宇哥哥就像极光一样美，所以她想要把这幅极光送给天宇哥哥。再来一起拍个照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拍张照片好不好？ 对，男照，你也男照。好，来，我们看一下前面有拿相机的这些哥哥，笑一下，笑一下。我让你笑一下，没让你亲一下。哎呀，真的是 hold 不住，这是。又开始了。好的，谢谢。谢谢艾莉。 太可爱了，然后这是他画的，他画的手绘，也希望送给天宇。他就这样，他妈妈画的就，画的，一点都不珍惜。画的是这个我本浪人里面，你跟小鹿一起，然后给你画了个皇冠，因为你是我们心目中的小王子。哇，而且后面还写了很多的字哈。后面。苏州的，你是苏州的。对，我们是从苏州过来的，然后。 希望你有空可以去苏州玩。好好好，谢谢。又来，快管管这孩子。完了完了，我很担心他长大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来吧，我们三个人一起拍张合影，好不好？对对对对，好好好，来，这边来，我们往前走一点，好不好？这个光稍微好一点。好，我们三个人非常难得。哇！臂力好强。 天宇，这是你自己找的，你要抱他起来，自己抱的娃亲着都要拍完，来。
看一下前面的摄影师。 好的，好，谢谢我们远道而来的粉丝，谢谢你们的付出，谢谢你们的关心，谢谢你跟天宇哥哥拜拜，好不好？跟天宇哥哥拜拜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来，我们台下落座。哇，太可爱了，怎么样？你还好吗？我还好，你们觉得又变脸瘦一点了？对啊。 化妆师应该会疯了吧？你是不是从来没有被一个人这么亲过？对，就跟啄木鸟一样，很开心。啊，他真的太可爱了，真的太可爱了，而且他是远从江苏过来的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苏州，就是女不强大，天不容，是不是？代表就是。啊，我们就期待他长大之后，然后希望你以后见到天宇哥哥的。